各位主持人，各位司机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马里亚里马卡罗，哈喽马卡罗。今天站在我们朝县长连任的地检总部，代表我们原住民族来支持我们朝县长。刚刚我们主持人特别提到，过去我们在中央执政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有很多对原住民非常进步的政策都默默的在执行，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原住民族的部落都被国民党抹黑。我就简单举几个例子，我相信大家现在每天看电视的时候都会看到第16台，也就是原住民族电视台。这个原民台呢，是我们4年前中央执政的时候由我们民进党所设立的电视台。但是我相信，当我的族人每天可以用台湾组来看新闻，每天可以用卢凯组来看新闻的时候，很少部落的族人知道这是民进党中央执政的时候所设立的电视台。再举一个例子，我们都知道民进党在地方执政的时候最早提出敬老津贴的政党。同样的，我们中央执政的时候，原住民55岁以上就可以领敬老津贴，这也是我们执政的时候推行的政策。我们现在每年每个月有20000多个原住民的长辈可以领55岁以上的敬老津贴。同样的，我再举一个例子，过去我相信不管是喉咙狼缺氧跟原住民族都一样，我们在学校不可以讲母语，但是现在不管是哪个族群都可以在学校讲出一个对，这也是你经常这个时候所做的。可是每次到选举的时候，国民党就开始抹黑我们的候选人。我最近看到原住民电视台报道国民党的候选人，他很多说法都在欺骗我们原住民的选票。他说他当选县长的时候呢，他要用2个县府的主管是原住民。其实我跟各位报告，特别是在座的人说报告，现在的县长队已经有2个主管是原住民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可以这样抹黑。同样的，因为我现在中央党部做组织的工作，我8月的时候邀请朝县长参加我们组织的座谈会，朝县长说他要先救灾。所以从8月、9月、10月，我们邀请他到原住民部落参加党务的工作，好像想说他要优先救灾。所以我相信在场的很多我们乌台乡的原住民、嘉义乡的原住民，还有很多山区的原住民，都知道我们好像想是最关心我们原住民，对不对？4年前。我们的原住民地区没有民意代表，村长也非常的少，更没有组织，所以我们给朝县长的选票非常的少。但是我跟各位报告，光是今天来自我们8个原住民乡的支持者到我们当中已经3500个，我们只能站起来好不好？左手边站起来，来自原乡的八千多万人，八千多万人。
党的现任党长，也加入我们的民进党的组织，同心斗对方。